海瑞是一名沙雕记者，他的节目非常搞笑，总是给人们带来欢乐。但其实凯瑞并不开心，因为他不想做记者，而是想做一个扬眉吐气的主持人。但天不遂人愿，由于堵车，凯瑞没有及时赶去上班，主持人的位置被自己的同事埃文抢走，他喜欢的球队也输了球，甚至连狗都直接在房间撒尿。可以说凯瑞倒霉到了极点，他依然只能做他的小记者。凯瑞对公司很不满，于是他干脆在采访直播时大骂他的同事埃文，结果他丢掉了工作。这天凯瑞看见一群小混混在欺负一个流浪汉，他对小混混说，有本事你们别走。但结果可想而知，他被狠狠教训了一顿。即使凯瑞丢了工作，可他的妻子依然对他不离不弃。无知的凯瑞没有感谢妻子，反而让妻子受尽委屈。这天晚上，凯瑞一边开车，一边拿出了妻子送给他的护身符，他紧紧地握住护身符，向上帝祈祷，让他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。但护身符带给他的是一场车祸，还好凯瑞没有大碍。他下车来到岸边，把护身符丢进了水里，并指着天说了一大堆鄙视上帝的话。第二天，凯瑞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有个人说想提供给他一份工作。凯瑞根据那人提供的地址，开车来到了公司楼下。刚下车，他就一脚踩进了一个水坑。他没有责怪自己不长眼，而是抓耳挠腮地说感谢上帝。来到公司，他只见到了一名清洁工。就在凯瑞以为自己被骗了准备离开时，他发现清洁工脱掉了外衣，里面竟然穿着一身帅气的西装。穿着西装的清洁工将凯瑞的一只手变出了七根手指，原来他是上帝。上帝告诉凯瑞，既然你认为上帝是不公平的，那你一定更适合做上帝。于是他将自己的神力交给了凯瑞，让凯瑞来掌管世间一切，但前提是凯瑞不能暴露自己是上帝的身份。凯瑞变成上帝后，第一件事情竟然是捅破了消防栓，然后利用神力将模特的衣服换到了自己身上。当他再次看到那群小混混时，他已然不再惧怕，还公开要让小混混给他道歉。但小混混说要他道歉除非他屁股里钻出一只猴子，没想到还真有一只猴子硬生生地从小混混的屁股里钻了出来。凯瑞接着又从嘴里吐出虫子，赶走了其他混混。最离谱的是，凯瑞竟然将小猴子硬生生地塞了回去。此时的凯瑞无所不能，他站在整个城市的最高处，让所有的一切都臣服在他脚下。凯瑞的人生从这一刻像是开了罐一样，他将月亮拉拢放大，再用手指画上几颗星星，为的就是和妻子共度良宵。他甚至可以让狗像人一样站在马桶上面撒尿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给自己变了一辆豪车，遇见堵车直接把车辆全都堆到马路边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到公司找回自己失去的工作。他先是用神力让竞争对手在节目中出丑，然后利用神力制作一系列奇葩爆炸新闻，就这样他顺利当上了主持人。这天晚上他和妻子约会，但是他发现他脑海里有无数个声音在叫，这让他感到不适。一转眼他竟然来到了珠穆朗玛峰，上帝告诉他，他脑海里的声音是凡人在向他祷告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凯瑞自己做了一个祷告系统，他将所有人的愿望全都实现了，其中包括女同事对他的爱慕。就这样他的妻子离开了他，气急败坏的凯瑞在晚会上下了一场雨，赶走了所有的人。他独自一人躺在沙发上，新闻上正在报道重大事件，原来这个城市有11000人中了彩票大奖，但奖金分到每个人手里却只有区区17块。这时凯瑞才意识到出了大事，他确实实现了每个人的愿望，但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。街道上人们开始暴乱游行，他们打翻车辆，整个街道上混乱不堪，还有人举着牌子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。无能为力的凯瑞只能找到了上帝，上帝帮他摆平了这次事件，但以后的事情依然要靠凯瑞来处理。凯瑞发现了自己的错误，这一次他不再利用神力，而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他把工作还给了同事，自己训练狗不要随地大小便。他发现自己可以靠双手得到一切，而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希望妻子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。妻子离开他是对他最大的打击，他哭着跪在马路上。此刻的他再也不想成为上帝了，他哭着求上帝让他变回原来的他。他就这样跪着，直到有一辆车把他撞飞了出去。他去了天堂，上帝在天堂等着他。上帝问凯瑞，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？凯瑞说出了他妻子的名字，他希望他的妻子能够永远幸福，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。当凯瑞再次醒来，他已经躺在了医院，妻子就在一旁守着他。看来上帝并不想让他死。最后凯瑞依然从事记者行业，但此刻的他已经脱胎换骨，他已经学会了用双手创造一切。